锅子太烂了，炸蝎子。 120只猪，祝进来的小伙伴事业都有像辣椒一样红红火火啊！ 来个水晶包，这是冰做的包子。老铁们，麻辣肉块串啊，刚出锅的。哎呀！ 好，都是大肉块。刚卤好的五花肉啊，觉得有食欲的给个双击。感觉学姐看看够不够拼呢？感觉够拼了，给个双击。感觉学姐不够拼的，今天不要双击了啊，老铁们。 哎呦我的去！大海螺撸一串，感觉过瘾了，给我个双击。这个是。 樱花大福，新品，尝一下，叶子也可以吃吧。中间是豆沙，酱熏猪蹄啊！看评论说不吧唧嘴的说到双击，我试试啊，不知道真假。 就是搁大锅蒸的米饭啊，大米饭嘎子。你看蒸开扔米饭咋的了？嗯，大米饭嘎子，十多年没吃这玩意儿了。大锅农村大锅蒸的米饭，特别香。辣子吗？好吃啊！蛋挞，菜菜有点。买了一个紫色的，是紫薯的，一个是抹茶的。嗯，抹茶控，感觉会烂掉。 猜猜这是啥？这个是自制辣条啊，小时候的味道。2018年啊，双击关注我的人啊，红配绿赛狗屁，2018年狗年旺旺旺，发大财啊！